始。我还能藏在哪里呢？哇，藏在这儿他们一定找不到。我会找到你，让你听我的话。你为什么不藏起来呀、啊、宋天？哼啊，队长、我们两个会救你的。你为什么不在箱子里？我不敢。唐英，宋天他患有幽闭恐惧症，他非常害怕狭小的空间。我受够了，演出就要开始了，可是你竟然害怕箱子。如果你不能在十分钟内解决你的问题，我们就把你的部分给赵丽。我想我可以试试看。好了，是时候去见小英雄了。紧张吗，宋天？现在空间还很大，可是这样呢？宋天，情况会越来越糟糕。在这狭小的空间里，你越害怕，魔方就会变得越小。魔方越小，你也就会越害怕。静静，魔方怪来了。快打电话给大家。静静，怎么了？我们听到信号了，但是出口被封住了，我们根本出不去山洞啊。你全身散发的恐惧是那么的美妙。宋天，你快走，我留下来代替你。为什么呢，笑笑？我们需要赢得时间。微微、萨萨和聪聪被锁在山洞里了，去吧，你得拿英雄之剑。宋天，你很快会受不了这么狭小的空间，你会越来越害怕的。这是一个引路头盔，它可以帮你找到精灵们。宋天，让我们现在去山洞吧。英雄之剑指向的是那个地方。好的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先是箱子，然后是可怕的立方体，现在又是一个小的封闭球。我不用这个的话，我也能浮起来的。宋天，那是你的魔方怪，它没有你的话，什么都干不成。是的，我知道。还不可怕是吗？那里，我不要，那里太可怕了。是的，那里很可怕，但英雄之剑是永远不会错的。放心，既然它指引了方向，那我们就必须前往。宋天，怎么了？
你受够害怕了吗？是的，我很害怕，非常害怕。可是声音……你好啊，我要去找宋天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笑笑和静静不接电话呢？快看呐，那个是……这是我们的潜水器。我们来了！微微、萨萨、聪聪，非常高兴见到你们。见到你非常的高兴，只是我想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了。宋天，你太傻了。你只是在拖延时间。不过我很高兴，我们会把所有的过程再来一遍。开始害怕吧。你不会真的认为我现在还会害怕你这个立方体吧？当我爬进窄小潜水器的时候，接着潜入深渊，然后飘进这个黑暗狭窄的洞的时候，我所有的恐惧早就已经被消灭掉了。哟吼！在精灵岛屿有很多奇遇，但带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在精灵岛屿，快乐在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心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心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展翅飞翔，充满自信，不再孤独。注意看哦！可以告诉导演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待会儿可别忘了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另一个世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水晶